2017年台湾长春巡回赛次巡赛的封关大赛呢，在台中雾峰球场进行两个回合的赛事哦。那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呢，当然包括像陈光明，包括像黄兆清、黄朝祥的表现都是相当理想。现在看到这是在第十二洞林玉万，好球哦，好球，好球，精彩 ，great chance。周江斌。短了，结果这个第三杆的气球并没有能上到果岭，而周江斌在果岭前在七次底第四杆了。左边的这边左一郎切进来，哦，这是他的第五杆，不过切的是蛮靠近，蛮靠近的。Tap in bogey。那周江斌呢应该是打 par， 没错。结果同样也是 two bogey， 哦，短距离的 par 提杆呢没有能够打进去哦。可是我比你小。那林万呢，当然是不错的一个 birdie 机会。刚刚第三杆切上来切的是相当精准，有点下坡。林万好球，漂亮。爬坡的球洞，这是温保罗他的第二杆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。林坤明，停一个，也不差了。今天的启动位置是插在比较前面的地方。哎哎哎，吴俊茂这个球应该是不理想哦，所以必须要再切一次。好，这是梁龙泉他的下坡推杆。今天旗杆位置是差在前面的位置，如果是第二杆过洞的话，一般来说都是下坡了。林坤明他这个下坡推过洞才转了，应该也是稍微力道大了一点点，不对，力道控制本来就是蛮困难。哦吼吼，温保罗这个 birdie 也不错哦。好，吴俊茂，虽然第二杆没有打好，不过最后呢，还是把这个 par 给收起来，还可以哦。梁泉在回推，刚刚这个 birdie par 的过洞太多了哦，所以回推呢，这个 par 也是没有能够打进去，吞下了 bogey。好，短推的同样是失手，是林坤明。好，同样第十四洞，这是陈青山。短一点点，短一点点，所以这个球是上不来，要不然方向来说的话应该是还不错哦。出手也太快了吧。再来是白嘉明，哦哟，有点危险哦，这个球左边，实际上在如果
方向稍微偏左的话，就水塘就会 in play 哦。还好，这个球杨顺安呢打的就相当好了哦。那许俊瑞刚刚第二杆没有上果岭，所以第三杆在七捡，一杆七上来之后，这个右道左转的坡度是蛮大的哦，所以可能预先呢还是要抓多抓一点右边。哦，陈金山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差点切进这只 birdie 哦，我怕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白嘉明的 birdie 推杆呢，轻蛮多的，从这个方向过来的话就有点上坡了，可能在力道上面要稍微加一点。哎呦，杨胜安，Nice putt！ 哇，许俊瑞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这个 putt 哦，收的不错。白俊也是打 putt。好，同样也是一个 par 同组，四名球员呢在这栋都是打 par。十七栋的另外一个短栋112码的距离，这边开球的是高士斌。不错，这种开球应该是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哦。这些距离的控制也是蛮重要，虽然距离不长哦。苏国祥，哎 ，good shot，good shot，very chance。哇，这个球刚刚好没有进沙坑，不过应该也不见得是很好切了哦。因为也是有一点点倾斜，陈明和要把这个球给气上来，差了一点点呢、啊，刚好没有进到果岭，所以这边拿推杆直接推进来。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哦，一出手这个球在果岭外边就跳了好几下，表示呢在果岭外面这长草主力啊确实是蛮大的。高士斌的 birdie，nice birdie，nice birdie， 哇，这个推杆路线不容易。何百川，哎呦，路线对哦，但是力道不够。苏国祥开球漂亮，这个 birdie 同样要抓右边，同样你看这个转折这么大，不是说距离短了就一定可以推进去哦，转折非常非常大，坡度哦蛮明显的。陈明和这一杆则是 4 bogey， double。韩立子在乌峰球场所举行的 TSPGA 次巡赛的封关赛呢，在第一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，陈光明占据领先73杆的成绩，而另外四名球员呢，则是以76杆的成绩在场上暂时是并列第二。